行为进行了抨击和反对。外交上的严厉批判往往都会有着实际行动配合，估计大家都刷到了那条封闭海域军演的新闻了。如此一来，一旦美国有一点动静，解放军都能及时的做出回应。战争永远都不是等你做好准备才爆发的。有数据统计，中美在南海上的对抗已经不下于10次，隔空打嘴炮更是高达上百次，但每次双方都保持了理智，并没有擦枪走火。但领土完整是中国的底线，菲律宾和美国一再对我国仁爱交际鱼，时不时的对我国底线进行试探。就比如上次我国轰 6K 战斗机面对美国的挑衅，直接就上去锁定了里根号航母，如果美国当时没有落荒而逃，战争也许就直接爆发了。细数这些年中美距离战争最近的一次，莫过于2016年中美南海冲突了。2013年的时候，美国怂恿菲律宾对我国领海划分提出仲裁，当初菲律宾拿出了一系列所谓的证据上交了国际法庭，但你国际法庭又几个师？美菲两国忙活了半天，以为这样就能让中国退步，但中国对此的态度是不认可、不参与、不接受。毕竟我没签过的纸就是一坨屎。本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了，但美国并不甘心，也许是认为自己在小弟面前也支棱起来，于是便恼羞成怒，召集了日本、菲律宾等小弟，开着美国里根号航母和斯坦尼航母战斗群，就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南海，并且摆开了战斗状态。当时美军的指挥官是属于反华一派的，所以美国来意不言而喻。当时中国面临的局面又是怎样的呢？此时中国一带一路刚刚起步，一旦中国没有承受住来自美军的压力，那么一带一路也就不会被别的国家所承认，并且中国在国际上也会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并且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了，中国已经没有了退路。既然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愿景，那么这一战就无法避免。所以在7月中旬的时候，解放军便在海南岛以南的西沙群岛进行军演。与此同时，中国北海、东海、南海三支舰队也迅速向南海集结，二炮部队也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，为了万无一失，还派出了4位上将前去坐镇。解放军战士在出征之前也写好了遗书，但这些在我看来都不是重点，因为即便是如此大的军队调动，中国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。在这一刻，钱不拿去当军费，难道被当作战争赔偿这句话被体现得淋漓尽致。镜头转到南海，中美海军在海上面对面对峙，说是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都不夸张。但因为东风导弹的缘故，以及中国当时展现出来的决心实在是太坚决了，所以美军最后便灰溜溜地逃走了。也就是从这里开始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直线上升。相比起台海地区，南海对中国会更加重要。如果中美必有一战，战场大概率会在南海。我们先来看几场数据。202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超过了80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了 15%， 但在2023年上半年，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就达到了3.08万亿元。东盟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低配的欧盟，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，而中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通道就是南海，翻译过来就是中国的外贸经济现在主要靠南海，一旦南海生变，中国的外贸大概率也就不行了。但比起台湾，站在现实的角度上来看，台湾能带给中国的经济增幅不大，而且美国也不太敢在台海跟解放军开战，毕竟这里的配置是专门为收复台湾而定制的。而美国现在的目的也并不是想跟中国开战，而是要拉停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欧美这些国家正在跟中国进行贸易脱钩，虽然说这样是自损1000伤敌800，但他们还是干了，其实都是为不让中国经济进行增长。但是东盟却半路杀出，顶替了欧盟的位置，这只能说我们国家早就开始布局了，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幕，才开始出现和东盟的外贸额暴增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和东盟各国协商南海行为准则，也就是真正的解决这么多年的矛盾。协商一旦完成，到时候南海便会开始新的篇章，美国也将彻底消失在南海的舞台上。但是这一幕是美国和拜登不想看见的。那这个时候，周边国家和中国有矛盾的，并且还在南海地区的，也就菲律宾这个二五仔了。并且马克思政府跟杜特尔特不一样，马克思政府是亲美的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仁爱礁冲突，到现在菲律宾还借着那艘破船搞小动作。很多人说动用武力拖走就行，但是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了，别的国家就很难真正的去相信你了，有事情就动用武力。那到时候中国跟美国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也就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，既要让这些国家服气，还要冷静面对美国的各种搞事。只有中国保持克制和冷静的去面对这场挑战，
那么等事情结束之后，美国将丧失在亚太的话语权，中国周边也将彻底稳定，经济稳定了，台湾的问题才会提上议程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才会越来越近。